虫在那边飞。那如果在这个阶段是火点，这样一直在飞。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了解到自己已经死了，然后能够非常的小心注意的来意念自己的上师本尊、自己的 view 见，还有自己的菩提心不忘失的话，就能够获得成就解脱。Then we break for lunch. 现在我在休息。Please be back by 1:45. Thank you. Like wild doggies. I better tease him.